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今天来继续冲这款奇亚籽的坚果藕粉，它是属于低糖款，然后双倍坚果的。咱们冲泡的时候大概两勺左右就可以了啊。第二步加入凉水，方法非常的一个简单。有宝说，我为什么总是冲泡失败？冲泡失败，不要紧，咱们还可以挽救。怎么办呢？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，或者是放到锅子里面去煮一下。一般失败的方法，失败的一个原因的话，都是因为肯定你的水温不够热啊。好，稀释开。第三步，咱们加入刚刚烧开的这个开水，往里面倒。然后再给它搅拌开。我自己在里面加了汤圆。